4月17日消息，联想今天正式发布了全新的拯救者 R9000P2023 游戏本，首发价7999元。这款电脑采用了16英寸 2.5K 240赫兹高色域大屏，搭载 AMD 锐龙 R77745HX 处理器加加 RTX4060 独显，支持独显直连，辅以 16GB DDR5-5200 内存和 1TB 固态硬盘。 AMD 8核 R77745HX 处理器采用 Zen4 核心，频率可达 5.1GHD 40MB 缓存， RTX4060 显卡性能释放可以达到140万，整机可以达到195万。该机拥有80万H 电池，配有300万适配器，支持140万的 Type-C 便捷快充和100万 PD 快充。新机采用了16英寸大屏，拥有2560×1600分辨率，240赫兹刷新率，3毫秒响应时间，识别色深，100% sRGB 色域 ，LTR 500尼特亮度，支持 HDR400， 通过莱茵 TV 低蓝光认证。支持 G-Sync 和 FreeSync Premium， 杜比世界 DC 调光无频闪。散热方面，该机采用双刃 Pro 散热系统 5.0， 拥有 3D Mesh 复合式主热管、3D Boy A 猎鹰风扇、多区进出风系统、5x以高性能复合式热管。其他方面，该机支持 Nahimic 电竞环绕音效，采用 OEG Tio Stack 原感键盘，支持 WiFi 6E。预装 Windows 11核正版 Office， 提供 HDMI 2.1、USB-C 等接口。